我们的目标是撤离点，而撤离点不在这里。好，立刻前往撤离点。 储存弹药。 出破片手榴弹。 双眼中间穿进去，是哨兵。我准备要上场了，是哨兵。不错。看到哨兵，太棒了。就当这一枪是经过同行认可的吧。
好东西，我准备要上场了，你标记哨兵。 遵命，看到哨兵，杀得干净利落，太棒了！是十一兵，我来了，你标记哨兵，太棒了。 精准无比，是十一兵，好东西，发现安全射了，你标记哨兵，装好子弹，杀得干净利落。 太棒了！你标记哨兵，好哎！哨兵倒下了，还有一堆敌人要解决。安全室开着，人都到齐了，关上门。安全室已进空。 请进入储物领域间。这种行为很幼稚。啊！我看到你们的讯号了，我们很接近地面了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听清楚了，我们立刻出发。 没时间了，快上膛！即将开门，倒数3、2、1，该出发了！打起精神，加快脚步！我的本事还在，开火！ 解决，手榴弹设置好了。 猛攻手！
干净利落，哈哈哈！谢谢你。我最喜欢的声音。 要上场了，士兵精英、啊，太好了，我都解决了，乖乖上学哈。军官学校不教这个。 这些怪物惹错单位了。